然后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，等下会在等一下的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来做一些展示，可以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所以啊，妈妈不要一起参与进来卖货，展示展示展示，对他卖货，我很害怕，直接那个帝都帝都就把车就在下面一直在响，很夸张，因为他比我更夸张。请出今晚的嘉宾李佳琦妈妈，来了来了，哎，你过去点，大家看不到我。好好，我出去我出去，我今天当旺旺，我今天当旺旺，这直播间交给你。我好久没来了，所以女生大家好。妈妈先说两句客套话啊。第一就是差不多我一年的时间没来了，有点小激动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春花浪漫啊，春花浪漫，鲜花烂漫，春意。我跟你说我的普通话不好，就是妈妈已经烦了。然后在这个美好的假期，大家能够还在看假期直播，妈妈非常的感谢，谢谢谢谢所有女生。然后呢，母亲节快到了，我也提前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。好的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，比心。你这个是数钱，刚刚那个动作。没有，这样的。你那个比心没有比好。那你别夸张了，刚刚那个是。好了，有了，不要说什么妈妈老了，其实这个老不老的都是在什么对什么人说。你没有对我儿子说，我长期说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那我老了是吧？我希望他都陪伴我，我就说我老了。但是呢，你们的妈妈他们心态好就不老，然后老的标准就是，比如说我年过半百了，五十多了，那么我的目标我要活120岁，那我现在那还是个 baby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可能都没有你那么久。啊，你放屁！哦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低毒警告一次。所以心态是最好，是的，女人就要有自信。好的。好，看你等下怎么当模特展示衣服哦。OK， 等着。好的。好了，那妈妈先去准备，她换衣服去了，好不好？等下给你们当模特展示衣服。拜拜。我跟你说真的，旺旺你还是要她播整场，播整场直接被带走了。阿姨很适合去参加那个《妈妈你真好看》，有没有？很适合，你最近看了吗？我看了。期待一下下一次。是了，就节目组到时候可以邀请一下。可以。对，应该节目组应该很想要邀请我去，哈哈，没有开玩笑。还有内容产出。对，整个就一直逼那个节目就一说话就逼。就是整场剪不进去。对，我们今天模特的展示。来，镜头切过去。对，买给家长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妈戴多帅气。真的，很有范儿。对，就真的很显脸小，因为这个墨镜戴出来是很显脸小的一款哦。阿姨30岁吧，阿姨。大家看不出来，我妈50多岁了吧？看不出，真的看不出。好棒！你们可以看，就是真的，我妈跟蒸汽长得特别像，不是蒸汽跟我妈长得特别像。你妈这个。爱慕来了，是。那今天爱慕就有请庆子姐跟我妈妈一起来介绍，因为你知道我在第一次播爱慕的时候，我妈妈就跟我说，她说你们知道吗？以前哦，在我的那个年代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别人买了一件爱慕的内衣，她说她羡慕很久的那种感觉。好，那我们让妈妈给大家来推荐爱慕内衣。来了，来，阿姨坐。来了。哎呦，今天一次二次上来，好幸福啊，好开心。阿姨，常驻，经常来。可以的。Later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快去换衣服吧，你还有下面一套衣服呢。好。嗯，对面的模特稍微的舒服一点，坐姿快乐一点，开心。好，来，所有女生，我们的泡脚桶。来转给亲子姐，是我们把镜头切一切。来了，超舒服。我刚才从那里过来，就在这里泡在这里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是我母亲节的礼物，佳琪给我买了一个。我开始我不知道这是泡脚桶，我以为是一个什么装饰品，然后是一个什么我们洁白的家里的一个什么，就是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吃的什么零食啊，一个收纳的一个什么东西。因为我看到上面的光泽度，我的天啊，这个黑白搭配超高级，那个面上的那个这个光泽啊，就像那个汽车的那个面，哇，漆面真的，哇，天哪，超！你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比我更夸张的人吧？没有，我实话实说，真的实话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泡脚桶，但是这是我见过最高级的泡脚桶。你收到？那你漂亮的展示一下这套衣服，来几个专业的模特动作。是，说不定下一期妈妈你真好看就找你去录节目了，可以的，免费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哎，这句话不能说，免费，我要找他们要很多钱的，我看一下，正常收费，对对对，妈妈老
好，来，我们在我刚开始做就是美妆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给妈妈用护肤品。五年前呢，我就是连续用了四年的护肤品，都是佳琪推荐的。然后我就坚持用。你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用的是哪一些？你化妆台上的，随便，你真的真实说，你用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些？你跟他们说。一开始嘛，就是Olay。一开始没那么有钱，对，没那么有钱就用 Olay， 然后开始还有那种。就是红色瓶子的羽西，羽西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一红色瓶子，对，几个长的、高的、短的那种，那种一套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羽西，里面还有什么参、人参、人参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我用了那个。后来就是用那个什么377的什么陈爷医生377精华，那个一支一支像那个。我跟你说，我妈妈以前这两边的斑呢巨多无比，就是两块黑的，别人是高原红，她是两块黑原红。但是对，但是现在嘛，我不好意思说了，用的比较高级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，我们直播间有高级的美眉啊，很高级，娇凡尔赛娇兰的那个紫色的精华，就娇兰提拉精华，就是4300块钱的精华。我用了第三瓶了。是，还有呢？还有面霜，娇兰的面霜。哪个面霜？黑的瓶子的，黑蓝面霜，黑的、okay、黑的，但它有小瓶有大瓶的。玉婷兰花跟玉婷兰花 和黑蓝。哎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娇兰的那个里面有金金黄黄的一粒黄金复原面，对对对，黄金复原面，复原面我都是换着用的。然后还有赫里尔斯我也用了赫里尔对，赫里尔斯是我妈最喜欢 的，对对对。赫里尔斯的洗面奶，赫里尔斯的那个高频的那个精华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桑总，赫里尔斯的精华我是当面膜敷的。Nice， 对，当面膜敷的，他是当面膜敷的，当面膜敷的。然后还有你最喜欢的，每天坐在那地方一直这样嘟嘟嘟嘟嘟嘟的那个东西，怎么泼了？什么泼了？水泼了？水泼了？对，水泼了。那个我一直在用的，那还是确实是。不是，就是要坚持，贵在坚持。你用个什么一两个星期看不到效果，你用一两个月，绝对效果真的来了。因为我每次回到岳阳啊，我们家的明星李佳琦先生到我们老家来了。我同事啊，什么周边的邻居啊、朋友啊、同学啊，都说哎，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？你去整了什么？我说我真的没整什么。我脸上我家其实不允许我动刀的，整了个牙齿。牙齿是搞了，因为我牙齿已经就是很坏了，以前没保护得好，就整了个牙齿，其他全是用护肤品护出来的，绝对护肤品护出来的，真的。所以你知道都是遗传的，护肤品护出来的，还是要的，要你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要提前去做一些护肤。是的，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一定要让你妈妈涂起来，你一定要让妈妈用起来。你知道我妈妈的妈妈就是外婆嘛，我喊奶奶的。他就是真的，他就是没有自己没有面霜，他会找我们要，给一瓶面霜给我呀。你奶奶现在用洗面奶了？用洗面奶了。用的什么？我这次回去看到奶奶的那个洗脸架是用的什么洗面奶？SK2。哇哦！他把我的洗面放在那里用了，我又带回去，我忘记带奶了。哇，奶奶用 SK2 的洗面奶，真的是。但是他不知道的，他不认识一个，他反正知道是洗面奶的就用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好什么坏。嗯哼。我天，我心里想，我奶奶用的 SK2。你还在用赫里尔斯？对，我用的赫里尔斯。我真的以前什么都不用的，但我现在就是什么身体乳啊、精华呀、补水呀，每天都敷面膜呀，反正把它高级的东西，我也不晓得多高级，反正就在家里就没事就一顿乱用。真的是要用起来，用起来，你到时候老了再用，你补不回来了。提前爱自己。以前爱女人就是要爱自己啊。好，来，所有女生们准备好了没有？谢谢。有点贵啊。是，好，谢谢。拿回家用吧。对，拿回家。谢谢，我今天工资挺高的。来，下一个。